继续学习这个第七首的偈颂。众生飘溺诸有海，现在这个众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生生世世飘溺在三途六道。那么这一生虽然是很幸运的人生的人生，尤其是难得的闻佛法如果不闻佛法，或者是闻佛法对佛法确实没有正确甚深的认识，没有认真学习那么来生还要还你过去这个没法子避免的特别是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伦理道德没人讲了无戒摄善也没人相信了念古书，甚至于讲念《弟子规》《三字经》这些，有很多家长们就反对不让自己的儿女去学习这个，学这个都没用处现在是什么时代啊？这是几千年前以前的东西，学这个干什么？这些话我们常常听到今天做父母做老人已经没有这一种意识形态了，没有这个认识了那下一代怎么办？而一般社会大众认为什么呢？你的忧虑过分了，你的思想太陈旧了，下一代的前途非常光明你堕落了下一代科学技术更发达，所有迷信呢会一扫而光，没有了。这一种发展正是像这个历史上所记载的中国历史没有，外国有科学技术文明发达到极处，就是全世界的毁灭那我曾经听着有人给我讲这个传给我的资料不知道放哪里去了来自俄国的说有一个七岁的小孩，他的前世是在火星到地球上来投生，似乎没有根源之谜聪明绝顶。他说他亲眼看到的80万年之前
印度洋这边的文明啊，科学技术达到登峰造极啊，这个伦理道德啊，神圣教诲没有人相信，世界毁灭了啊，整个大陆沉到海底了。那么西方人讲啊，大西洋当中啊有一块大陆在50000年前也是科学技术发达到高峰，比我们现在还进步啊，也是到那个时代人不相信有神，不相信有因果，因为人的能力啊超过了自然，征服了自然，最后的时候这个大陆沉到大西洋的海底。啊，有人说这是事实，有人说这是古老的传说。啊，如果过去这个事情是真的，今天世界的人类已经逐渐逐渐接近到科学的巅峰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了，如果照过去啊那种情形，人类今天差不多也要面临着世界末日了啊，那就是世界一定是毁灭从头来起。下面这两句说得好啊，未遇如来多成难处啊！啊，你要是遇不到正法，啊，遇不到佛菩萨来教化你，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啊，任意杂造作，杀盗淫妄，起心动念，损人利己，道德不是真的，是假的。啊，眼前我得到的好处、利益，这是真的。这一种思想，就整个天人堕落啊，堕到哪里啊？地狱恶鬼啊，畜生都那个畜生道都得不到了啊！这一转眼，地狱恶鬼，这还得了啊？这是灾难之处啊！佛法里面讲八难，三途八难啊！啊，这一句就是讲的三途八难了。能够在现前这个社会里面，还能够有一点良心，不愿意做损人利己的事情，这个人实实在在有大善根、大福德，那不是平常人能做得到的。不受这个世间
种种的染污。到哪里去找啊？所以这个多啊，是真的多啊。今天一万人当中难得找到一个，不受世缘影响的人，万分之一找不到。所以这一句多嗔难处啊，就是绝大多数堕地狱魔鬼啊。遇到如来怎么样呢？遇到如来是有机会呀，有机会出离六道轮回。又有几个人真正能把这个机会抓住了呢？一教奉行，我们冷静的观察，看看我们周边啊，不要看别的，看周边学佛的同学，不要去批评他，要批评自己啊，那就是一面镜子，自己看自己的过失看不到啊。自己看别人的故事很容易啊，就跟眼睛不能看自己，会看别人的。看别人之后，这会看的人，他看了之后马上回光返照，想想自己啊，自己有没有不善的造作。初学很困难，世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抓住几个纲领啊，像印祖教我们，这太重要了。沉浸沉浸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的第一愿，离经诸佛了啊！谁能做到？普贤菩萨才能做到什么时候？你的眼睛里面看到芸芸众生都是诸佛如来，恭喜你，你成佛了。佛眼看众生啊，众生都是佛啊，不但说众生是未来佛，华严圆觉里面佛讲的，那讲的的确是真切，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一句话，实在讲就是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从性上讲这个性是佛性的，是法性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诸法皆有法性，佛性跟法性是一个性，纯净纯善。我们要恢复自己的本性，纯净纯善的本性，从哪里恢复起呢？要练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无疑不是纯净纯善。
自己成功了，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上上品往生。这是修行功夫到家了啊，绝不是把些恶人当作善人，你当作善人呢，他不是真的。那个不行的啊，那种修行呢，你还是错用了心呢。啊，那怎么办？他真的是善，对我有益。这个方法怎么修法呢？你好好的学善财童子，善财童子他会。善人是佛菩萨，为我实现。教我学善呢，啊，我也学他。恶人是佛菩萨，教我不要做恶，教我要改过自新。岂不是孔夫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对人如此，对事对物亦复如是啊！啊，只是意义培养自己的纯净纯善，使自己纯净纯善的自心啊，真正流露出来。这个自己真的这一生成就了啊，自己成就了才能够成就别人啊，我也跟别人做实现，别人也跟我做实现大乘人的修学。华严经末后一品非常重要啊，它是给我们做示范的啊。华严经讲的信解行最后一品的时候给我们做示范啊，把信解行证做出来给你看啊。所以这是世间啊，方东梅先生说是全世界最好的哲学教科书，有理论，有方法，啊，有境界，还带表演，啊，在这个世间找不到第二种本子能够跟华严比美的。所以我们遇不到佛会堕落，遇到佛不认识佛也会堕落，认识佛不能够学佛也会堕落啊。那怎样学佛呢？你学佛就不能不亲近佛，你要跟佛接近啊。那佛在哪里呢？经典所在之处啊，便是有佛，佛在呀！啊，所以亲近佛没有别的，读经，天天要读经。啊，读经真的不容易。啊，为什么呢？现在我们的文化水平很低呀。经典是最浅显的白话文。如果没有句点，不分段落，
我们就没办法度。那么这些事情，古来的祖师大德非常慈悲啊，给我们做了注解啊，给我们把句逗表示出来，把段落都勾出来啊，我们今天看很方便的 啊可是实际上真正多呢还有困难啊，这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了啊，知道有这些难处，如何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未必心造大法传啊，那我们自己要真正认清楚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真是经里面所说的有难无涯不可除啊，这你认识，迷而不觉的人，他忧虑多，他困难多，忧虑困难无涯是没有边际啊，苦海无边啊，忧是讲心啊，难是讲身啊，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不单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求生净土，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华藏世界，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的人啊，以身作则，劝导华藏海会四十一位化身大师求生西方净土。这个表演我们看到了，真的是无比的震撼啊，震动了无量界以来的迷惑啊，这一震动啊，惊醒了啊！你看到这个境界，你有没有觉悟到我们往后这条路要往哪里走啊？你只要是跟随文殊普贤，跟随这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决定没有错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这有很多同学要问过我啊，
他对于这个世界有留念呢、啊，这个世界家亲眷属很多啊，总是想帮助他们呢、啊。我到极乐世界能不能很快就回来啊？啊，还是一定要到极乐世界正果之后才可以回来？啊，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只要跟阿弥陀佛见一面。啊，你说娑婆世界还有很多家亲眷属，我想帮助他，啊，度他们。啊，能不能我立刻就回去？跟你说，阿弥陀佛会非常赞成你，你快去，把他们都带来。啊，那你是不是立刻就回来呢？那个时候，跟你现前的之见不一样了。啊，为什么呢？你在那里，虽然是凡夫，一品烦恼没断，可是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神通道力几乎跟佛差不多，佛无眼圆明，你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你再看看娑婆世界，看看不但看你这一生的家亲眷属，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你通通都看到了。你要不要立刻来度他呢？你一看是要立刻就度他，但是怎么他没有福报。你来逗他，他不接受啊，他不相信啊。啊，所以帮助他了，绝不是能随自己的心欲，不行。那怎么样呢？随众生心，因所知量，你才真正能帮得上忙，随他的心。啊，那他的心现在要造业，将来还受报，你只有随顺了。你看他造业，看他堕地狱，看他变畜生，看他在六道里头吃尽苦头，然后才啊醒过来了。这是正常现象。什么叫正常呢？随顺自然呢、啊？起祸造业受报，受报当中是又起祸造业受报，永远在那循环，这自然现象啊，六道里面的自然现象。所以佛教化众生是随众生心，因所知量。诸佛如来如是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你亦如是了。啊，过去无量劫来，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个眷属、朋友、同学，遍法界、虚空界，不是这一个地方啊。现在我们所知道只有这一生当中的父母啊，前世的不晓得了，再前世的也不知道了啊。所以一到极乐世界的都知道了，哪个地方众生缘成熟了到哪里去读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生活空间就不是这么小了，今天科技发达，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我们生活空间是这一个地球啊。这个你要知道啊，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生活空间是变法界虚空间啊，变法界虚空界里面去游历去度化，就像我们今天在地球上旅行，比地球上旅行还要方便啊！为什么呢？我们地球上，你比如说在香港到美国还要飞十几个小时，到极乐世界再远再远地方，这一动念就到了，一刹那就到了，无需要什么工具啊，啊，不需要机械外界帮助啊。而且可以分身，千百亿化身，我们在经上念的千百亿化身呢，释迦牟尼佛到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千百亿化身的，千百亿是比喻，是形容无量无边的化身啊，哪个地方有感，那个应化身就去了。同时同处，同时异处，没有一丝毫障碍啊！这就是未必心造大法转，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丝毫障碍。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得度，就现菩萨身；应以人天身得度，就现人天身；应以畜生身得度，就现畜生身；应以花草树木身得度，就现花草树木身。得大自在。这是这个，你要是在这个经教里头稍稍其如几分，你就明白了，这是我们自己的本能，一切众生个个都有这个本能，一点都不稀奇啊。而诸佛菩萨的本能现前了啊，他得受用了，我们凡夫的本能并没有失掉，只是现在被妄想分别执着这些烦恼习气障碍住了，虽有不得其用啊！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佛教的没有别的，恢复本能而已。那所以佛在楞严经上真的说老实话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到了成佛，你得到什么？什么也没得到，只是自己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完全恢复而已啊，障碍统统去尽了。所以佛也看一切众生平等平等，佛是平等心啊。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啊，我们采取念佛法门，希望在念佛法门里面成就最高的境界，常寂光净土，十报庄严土，那你怎么修？平等啊！要修平等，不能不天天跟佛在一起啊！天天跟佛在一起，自自然然呢，你就沾上平等的气氛啊！对于你修清净平等觉有大有帮助。
啊，功夫在哪里练呢？功夫在六根接触境界当中练，跟佛菩萨接近就是读经，是提醒自己啊，真正觉真境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啊，自行化他了，就是此地讲的未必心造大发展啊。啊，东天目山的念佛堂我去看过，他的念佛堂取了个名字叫西方一号，那真的是个大法传啊！它这个造型是船的形状，里面是念佛堂前面一首偈。未必大然正法灯，这两首偈的意思非常接近啊，两首排在此地，前面一首重在解门，这一首重在醒门啊，前一首重在断惑啊，破迷开悟啊，这一首重点在离苦的路啊。那么前一首从因上说的，这一首是从果上说的啊，合起来看意思就圆满了。后面这一句尤其好，戒令得度，这个心要大，要常常存这个心，这叫大菩提心啊！不可以说我，这个众生有善根，我要度他，那个众生一禅体我不读他啊，这种思想给注释小乘思想啊，小乘确确实实是这种想法啊，是这种做法，这不是菩萨，菩萨平等啊，菩萨是只要有缘就要去读它啊，那么有缘是没有方法了，缘是什么呢？缘就是接触，只要你有机会接触到，那你就得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帮助他转恶为善，帮助他转迷为悟，到最后帮助他转凡成圣，大乘菩萨了啊！怎么帮助呢？先要自己成就啊！自己成就什么呢？大乘经里面华严就说了无数次，六度四圣啊，成就六度啊，是成就自己啊，四摄法是帮助别人的啊，一切大行凡夫啊，都是这样一个
原理、原则这样一个道路成就的，没有例外的啊。所以菩萨顶六度啊，菩萨是六度心的，菩萨是六度行的，啊，六度第一个是布施，啊，布施是什么呢？放下，没有一样放不下，身心世界彻底放下了，你的布施波罗蜜圆满了。经上讲得好，布施断坚贪呐、啊，这个六度里头啊的特别提示你啊，贪嗔痴是三毒烦恼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六个根本烦恼啊，佛用这六个方法了来对治啊，布施是断贪烦恼的持戒。是断恶见的啊，忍辱是度嗔恚，精进是度懈怠啊，禅定是度散乱的啊，般若是度愚痴啊。疑是愚痴啊，傲慢是属于嗔恚啊，那佛用这些东西成就自己啊，自己有这六种烦恼啊，贪嗔痴慢疑恶见啊，佛用这六个方法先成就自己，然后再帮助别人，自己没有成就想帮助别人做不到，经上讲无有是处，没这个道理，一定要先度自己在一切时在一切处，只要我们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就放下了啊，布施波罗蜜就圆满了，一个圆满一切圆满，华严经上讲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度不二啊，六度每一度一定圆圆满满含摄其他的五度，这才叫做波罗蜜多。如果只有一个里头没有其他五个，你只能叫布施，叫持戒，叫忍辱，不能叫度啊，不能叫波罗蜜啊，布施波罗蜜，持戒波罗蜜，不可以叫波罗蜜。波罗蜜的意思是圆满啊，这里头不含涉其他的法门就不圆满啊，含涉一切法门都在里头，那就是圆满，大圆满。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啊。
所以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通通都圆满了，没有一样不圆满啊，六度都圆满了。由此可知，这个方法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们自己从凡夫地修到究竟圆满，就靠这个。他们帮助别人也用这个方法，简单容易稳当快速啊！每一条里面你要细说，无量无边，永远数不尽的。理是一个，四无量无边啊，六度的理啊，理是什么呢？理跟你说，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四相上太多太多了。从哪里下手？哪一个毛病重，你就从哪里下手。啊，你比如说无欲六尘名闻利养啊，我对于财看得很重啊，兼贪呢，特别是在财务上，那你就失财啊。有人对财看得很轻，名看得很重，那你就舍命。哪个毛病最严重呢？先对治哪个毛病，正是跟大夫治病一样啊，严重的先治，轻的慢慢来啊，重的治好了，轻的很多不要治，随着就解决了啊。在这个六道里头啊，我们讲人道啊，人道这个贪爱兼贪啊，最重的，自古以来这中国外国的圣人都讲，一个是财，一个是色，这最普遍的啊。还有少数的是他对于财跟色看得很淡，名看得很重，权看得很重啊，他要争取的是地位权力啊，这个超过他对于这个财色的重视啊。这样的人也多，但是比起重视财色的人啊要少啊。这些呢我们常常讲啊，哦，对于这个世间哎他还有野心啊，啊他想带头，他想做王啊，啊他有这个这种欲望都要舍。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财跟色它有啊，它舍掉了啊。地位，他不出家，他继承他父亲做国王；权力，
全跟胃它都有，它也是气的。所以说难舍能舍，他自己先做给我们看，然后让我们好好想想他为什么要舍。别人拼命去争，他争不到，他到手了，他为什么放弃，为什么不要了？这很值得我们去深思啊！等你想通了才晓得这个东西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啊，不是一世，生生世世来讲有害而无利啊。啊，如果你真正悟了，你用这些东西做手段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你来拯救众生，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佛菩萨也用这个做手段的，许许多多佛菩萨应以过往生得度者即现过往生而为受罚吗？啊，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受罚。啊，我们把而为受罚换一个，而度之，觉悟的人呐，真正是造福一方啊！啊，可是你要晓得。那他为什么不现过往身呢？为什么不现宰官身呢？要看众生的福报，不是他自己喜欢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自己喜欢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给诸位说，他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佛菩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我喜欢现什么身，还有妄想分别之处。啊，他没有啊，那他怎么现身呢？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众生有福德感他就用福德来应，众生用罪业来感他就用罪业来应。你懂不懂这个道理啊？他本身是没有心的，没有心就是我们常讲的，他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执着啊。所以这个境界从哪里来？自己心里变现的，这就是佛常讲，一切法从心相生。我的心善，境界善；我的心恶，境界恶。啊，所有这个境界的，这就是我们自己善恶的一个反应。外面没有善恶，善恶在内心，所以你要把外面环境从恶转变成善，从哪里转？从自心转。你去真正解决问题了，你真正把转的那个枢纽啊抓住了，从内心上转，决定不从外面，从外面的时候永远转不过来，从内心。道理、方法、现象是果，佛在经里都有详细的说明啊。大乘经教里头常常赞叹观世音菩萨了，千处祈求千处应啊，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问题是什么呢？你求观世音菩萨，急难的时候求观世音菩萨，你对他没有信心，你对他怀疑，就是
你不是用沉浸心，所以他没有感应。果然是沉浸心，感应立刻现前。啊，这个沉浸心就是没有一丝毫怀疑，不夹杂一丝毫的妄念。啊，感应到叫不可思议。地仙法师生病，印光法师写信去问候，啊，劝他了。你平常常常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现在你有病了，你为什么不求观音菩萨？你为什么还要看医生？这里都有大道理在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建立信心，啊，不但自己得度，令一切众生都得度。现在时间到了。